害怕再惦记着呢，可巧就来了。林姑娘，里边请吧。林姑娘，您一路上辛苦了。林姑娘，林姑娘长得真好看，真俊美。老太太来了，我的外孙女来了，外孙女。外婆，可怜的孩子，起来起来，快扶她起来。都长得这么高了，我来给你引进一件，这是你的二舅嘛。拜见二舅嘛。免了免了，你一路上辛苦了，快坐下来歇歇吧。对了，到这边来坐，来呀来呀。猪妈妈，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。坐呀。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。婆婆，你想开点吧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您瞧，黛玉的身体也不好，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。对了，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，如今好点没有啊？还是老样子，一时好一时坏的，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。都吃些什么药啊？人参养荣丸。我也正好吃这些药。哎，珍珠啊，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。是老太太。哎呦，怎么说的，林姑娘已经来了。糟了糟了，老祖宗，你看我来晚了，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。林妹妹你好。你不认识她，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，南京人所谓辣子，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。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，学名叫王熙凤。二嫂，哎呀，不要多礼了。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，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，感情长得这么俊呢。哎，也真是的，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，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。凤丫头，我这才算不哭了，你又来惹我了。是啊，都是凤丫头不好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妹妹身上，就忘了老祖宗了。老祖宗，那该打该打。妹妹啊，你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，要吃要用尽管跟嫂子说，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，嫂子会替你出头的。多谢嫂子费心。客气什么呢。金钏儿。是。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？都收拾好了。哦，雪雁，哎，快过来拜见老夫人。拜见老夫人。拜见夫人。好了好了，拜见二奶奶。算了算了，不用多礼了。黛玉，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？是的，外婆。这丫头太小了，恐怕伺候不好。我看呐，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。紫娟。是。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，她身子骨单薄，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。是老太太。哎，宝爷回来了啊，宝兄弟回来了。请老祖宗安。好了好了，请母亲安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回老太太。宝爷，你多嘴。袭人，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？回夫人，宝爷从家庙出来，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，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，所以耽误了。以后遇到这种事，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。好了好了，宝玉呀，家里有客人来了，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。林妹妹。对了，快见见林妹妹去。见过林妹妹。这个妹妹我见过的。宝玉呀，你又胡说了，妹妹刚由南方来，你打哪儿见过？虽没见过，却看着面熟，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。哦，那更好了，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。哎，站那儿干什么？坐下来说吧。啊，坐下来说。请请文，你们快点冲茶去。老祖宗，您请这边坐。哎，妹妹，我们到这边坐。妹妹可曾读过书？读过一年。妹妹真名？名唤黛玉。表字呢？无字。无字，好，我送妹妹一字，唤作平平。宝兄弟，什么叫做平平啊？
古今人物通考上说，西方有时明代可做画眉之墨，林妹妹眉间若做，取这个字岂不甚美？只怕又是编出来的。除了四书，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。多聪明啊！林妹妹，你可有玉？什么玉？喏，这通灵宝玉。我没有。没有。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，怎么能人人都有呢？什么稀世之宝？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，还说什么灵不灵呢？我也不要他。宝玉，你宝玉，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，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？是啊，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就我有，我早说没去，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玉，快戴上吧，当心你爹知道。是啊，乖，快戴上吧啊！老祖宗，瞧又犯了脾气了，快去真是的。大兄弟，宝玉啊，快点戴上吧，我不戴嘛，乖啊，戴上。林妹妹，你怎么哭了？都是我不好，才来了就惹你生气，把玉都摔了。不不不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好，我戴上就是了。是，我戴上，早就应该戴上了。来，戴上，戴上。做人呐，瞧来了没多久，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他呀？老太太，您说得好。是啊，您太夸奖了。我们跑来打扰府上，真过意不去呢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，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，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？老太太，林姑娘来了，给外婆请安。你们上哪儿去了？
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，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，您看看，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。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，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。是的，外婆。还不过去给姨妈请安。给姨妈请安。免了免了，乔姐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，看样子啊，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。姨妈，姨妈，快别说笑话了，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，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不是了。二嫂。哟，怎么了？我这又说错你了。凤丫头。黛玉。妹妹，妹妹。宝玉啊，由他去吧。你瞧瞧这份脾气，可真是的。哎，这孩子啊是有点小性子。老祖宗，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。什么稀奇事儿啊？宝兄弟，把你的玉给我，宝妹妹还有你的锁。老祖宗您瞧瞧。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，不离不弃，芳龄永记。哎呀，怎么像被子似的？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巧极了。我说啊，这不但是巧，简直是有缘呢。什么缘不缘的？哎，一点也不假，这叫做金玉良缘。手里拿着什么？你让先问起我来了。拿，这是花扫，这是花囊。要这个做什么？你看，落花遍地，任人践踏，岂不可惜了？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，传在花囊里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我也来帮妹妹葬花。哎，
以为你突然转了信，用起功来了，原来看的是这个。好妹妹，你知道了不要紧，好歹不要告诉别人。这里边啊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看了，保你连饭都不想吃。你又胡说了，不信你看看嘛。看嘛，看。坐下看。怎么样，是好文章吧？好虽好，只是艳了点。要没有这艳词艳句，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？妹妹，你看。儿跟母亲拜寿。
当头，再当头，三当头，三莲儿也给莲儿奶奶与老祖宗上寿，还给老祖宗上寿，上寿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到。姑娘姐姐，快点跟老祖宗上寿。你要跟老祖宗拜寿。上寿。起来吧，他们都在那边，快到那边去坐吧。来来，快给老太太拜寿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怎么能算了？上寿。二老爷回府。妈，孩儿来晚了。不要紧的。上寿。再上寿。三上寿。三。来呀、啊、把酒拿来。祝您万寿无疆，五体康泰。我也祝你步步高升。回老祖宗，您点的戏现在上了。好，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。好，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。袭人姐，哦，宝姑娘，您还没休息啊？你在找什么？啊？啊，我的戒指丢了。什么样的戒指？镶玉的，虽然不值钱，不过是夫人给的。哦，是夫人给的？嗯，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袭人姐啊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比我那个好，还冲得过吗？样子倒差不多。那送给你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我给你戴上。宝姑娘，您真太好了。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，是吧？啊，您听谁说的？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，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。前两天我一听说啊，就想去给你道喜了。喜什么？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，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房，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，还不是一样的受苦？不会的，像你这么贤惠，谁还跟你合不来呢？这可难说了。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，袭人姐，要真像宝姑娘，我算托天之福了。不过，万一像林姑娘，哎，那份小性子，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也应付不了啊。别说了，来，陪我去看老太太去。嗯。宝二爷，哦，金钏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宝二爷，你看见林姑娘吗？林姑娘？是啊，看见了。在哪儿？哼，不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不让你走。宝二爷，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，放着大路不走，偏走羊肠小道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啊，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呢。怎么见得？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，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。哦，瞧你这没头没脑的，谁是老的，谁是大的，谁又是小的？再说啊，就变成是非了。金钏，不行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。宝二爷，别搅和了，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。哎，
你不说我不让你走。宝二爷，快给我吧，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。你不说我不给你。给我吧。你说。夫人，你就是要脸的丫头，妈，不要你管。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。来人呐，是，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。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。君川，别怕，妈，你别喊他出去，这事不怪他，是我不好，他没有错。不，夫人，我没有，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。不许多嘴。不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您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。夫人，我求求您，我求求您，夫人。废话，妈，别发脾气，饶了他吧。夫人，快点动吧，饶了他出去，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。妈，我求求你，饶了他吧，妈。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，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有什么脸见？赶我出去！夫人，你做个好事吧，夫人，不要赶我出去。金川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，走，跟我进去。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。你进吧。这个该死的东西，我来问你，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？没什么他怎么会投井自杀了？啊，这个不孝的奴才，平日放着诗书不读，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，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。爹，不是我逼的。你还赖，这种事要是传出去，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你这种不孝的子孙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今天非活活地把你打死。来人了，是是，把他给我拉过去，重重的打。啊，爹，爹，拉过去，爹，我没有啊，不是我。打，给我重重的打。是，爹，这不关我的事啊。哎呀，打，给我打。哎呀，哎呀，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。胡说，打死了不让你偿命，给我重重的打。是。不要你管，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。你怎么？谁惯坏的？妈，您来了，坐。我不坐。妈，您有什么事，叫儿子进去吩咐好，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？哼，我倒是有话吩咐你，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，叫我跟谁去说去？母亲这么说，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？呸！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，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，他就禁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宝玉，你这不学好的孩子，你也太不争气了。母亲，孩儿错了，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，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。我怎么敢呢？我
你受委屈了。林妹妹，你别哭，我没事的。你瞧，刚敷了药，一点也不疼了。妹妹，你这样对我，别说是挨打，就是叫我死，我也是高兴的。谁让你说这些话？你以后都改了吧。改什么？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？妹妹，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，可是我心只有一条，情只有一根。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，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，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。妹妹，你还认识这个吗？梅花。那年我们吵了架，你扔给我擦眼泪的。三年了，你还留着？只要是妹妹给的，别说是三年，就是三十年、三百年，宝玉早死了，连骨头都化成灰了，连灰也给风吹走了，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。叔叔就来这一套了，那你倒是信不信啊？别动手动脚的。林妹妹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儿再来看你。嗯。望城。
风凭借力，好一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呢、啊、林妹妹，你几时来的？刚来，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引送，迎风起舞，真是雅人雅士啊。哟，好厉害的一张嘴，真会挖苦人啊。我哪是挖苦您呢，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。哦，你欢喜什么呀？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，但愿皇恩早降，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，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。好啊，平丫头，你越说越不像话了，看我就能饶了你。好姐姐，下次不说了。你呀、啊，吵的事可多呢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件事，我早就要审你了。审我？哎，我问你，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，你说了一句什么？我说了什么了？你说纱窗里面那红娘报，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？啊？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，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。宝姐姐，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，你好歹别说出去。放心吧，我可不是那种人。本来呢，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，理理家务。要说学问吧，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，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，有时候把书看砸了，移了性情，倒反而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是的。哟，宝姑娘、林姑娘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哎，今天前面可真热闹着呢，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，府里上上下下都有。娘娘倒真有心啊。嗯，快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李二奶奶还说着笑话呢。哦，什么笑话？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，像林姑娘、二姑娘、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，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。所以啊，二奶奶就说了，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，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、玉配金的笑话，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。啊，林姑娘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糟了，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，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。不会的，你别老在这猜疑。哦，宝兄弟的伤好了吗？伤是好了，老爷又催他上学，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。别跑，我看你跑到哪儿去。来来，我听你话嘛。来来来嘛。二爷别闹了，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，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。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？说的是啊，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，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，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，赶紧啊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。哼，这是什么话，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，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？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。喏，别胡闹了，好歹读两遍书。我不读。好，二爷读吧，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替你调。现在可不行，我还没买来呢。我不信，你怎样查得红红的，哪来的？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。哦，就把这点赏给我吧。晴雯，晴雯，晴雯，来嘛。不要呀。晴雯，宝姐姐来了。小祖宗啊，快擦擦你的嘴巴。啊，晴雯，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，让你伺候二爷读书，你倒陪他玩上了。唉，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。哼，本来嘛，这屋里只有你能干，你聪明，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。啊，你倒派起我的不是来了。哎呦，我可怎么敢呢，我们是天生的奴才，谁比得上你？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。哼，瞧着吧。
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。你算了，由他说两句嘛。宝姑娘，你瞧我这做人有多难呢，上面的话我得听，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，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，也不能体谅我一点。好了好了，都是我不对呢，谁让你做这一套呢，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。你就是不懂，我不是不喜欢读书，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，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渡。你瞧瞧，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。不是鹿豆，是鹿渡。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是宝姐姐明白我。你别得意，我可不是说你对，像这种识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，将来才能争取功名，登仕宦之途。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，你如今也不小了，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，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妙论妙论，真是想不到的妙论。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，想不到如今归位之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，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，可见得利欲熏心，害人不浅。哼，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。宝二爷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？这也不能怪他，是我把话说急了。你瞧瞧，到底是宝姑娘，这事要搁在林姑娘身上，那还得了？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。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。你听听，明明是金玉良言，她还说什么混账话呢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忙什么呢？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，你就在这儿吃饭嘛。不用了。别客气了，宝二爷的病刚好，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。祝贺倒不必，大家喝一杯，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。你听，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。来，到里边坐。
小情，他念三郎，只是谁？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几时哭了？瞧，眼泪还在脸上呢。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，说话忘了情，也顾不得死活了。我来问你，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？我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来，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啊？这是从何说起？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。又赌咒了。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，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，看是谁干的好事，非教训一顿不可。是要教训教训，得罪了我不要紧，改明儿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，得罪了事儿就大了。妹妹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？唉，你不明白绝不敢胡说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起来吧。夫人，嗯，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
早点。早点什么？我是说，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，如果亲上加亲的话，那这个先别提。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，万一要是……是的，夫人。嗯，你下去吧，一切我都有数了。是。喝药，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。姑娘，您身子要紧，别多说了，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。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，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？为他？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，真真假假，捉摸不定，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？我说啊，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，要是真有心，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，早点把婚事定了呢？定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。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，就怕他有心装糊涂。你别冤枉人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儿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，我要他瞒不过我去。哎，子娟，宝二爷，您早。林妹妹起床没有？早起来了，上老太那儿请安去了。哦。宝二爷啊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嗯，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。哦，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我一猜呀，准是你说的。我听人讲，这燕窝是清补的，像妹妹那样的身体，吃了几个月，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。说的也是啊，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，现在吃惯了，将来回到家里去，哪还有钱吃这个呀？谁要回家？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哈，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，妹妹父母早死了，上苏州找谁去？你也太小看人了，姑娘虽说父母死了，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，就算有，老太太也不会放他走。这可难说了，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，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贾家住一辈子啊。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，老太太疼她，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，如今姑娘大了，眼看要出阁了，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？宝二爷，宝二爷，宝二爷，你怎么了？宝二爷，宝玉，宝玉，宝玉，怕是不中用了吧？宝玉，醒醒！袭人，
是老祖宗。你们是怎么伺候的，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？回老祖宗，这不管我的事，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二爷就昏过去了。啊、哦！哼，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呐！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？回老祖宗，我没说什么。死丫头，你还没说什么？你要是没说什么，他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说几句玩笑话。妈，宝兄弟，宝玉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，吗？没有人接林妹妹啊。是啊，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？刚才紫娟说的。哦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，二爷他就……哦。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，不过是几句玩笑话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老太太，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。好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什么？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？我不能让他走，我打出去。快打出去！宝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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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二接林妹妹了，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，放心吧。除了林妹妹，谁也不准姓林。是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谁也不准姓林，谁也不准姓林呐！你听着，谁也不准姓林啊！休息休息，瞧着不得了。乖儿子，奶奶啊，宝二爷倒是怎么了？哎。宝玉这场病也真怪，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。婆婆，这是您看出来了，我才敢说一句。本来嘛，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，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？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，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？老祖宗，依我看呢，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。林姑娘呢，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，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，怕也从林姑娘起。哼，要是这样，那我真是白疼她了。老祖宗，您别生气呀，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。是啊，早点给宝玉成了亲，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。再说冲冲喜，也许病就会好了。哎，这倒是个办法。老祖宗，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，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。你是说一个宝玉，一个金锁？老祖宗，你怎么忘了？哦，宝姑娘啊，我说这话倒不是近一层好一层，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。单说身体，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。是啊，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，三天两头的病。嗯，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，那就行了。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，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赞成，就动手办喜事吧。办喜事您别操心，交给我好了，准没错。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。当然先办宝玉的啦。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，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。别让他知道好了。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，恐怕也不会肯的。哎，这倒是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？你说说看。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，调包。什么？调包？谁说不会啊，是我亲耳听见的，还会假？等等，原来是你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哎，傻姐姐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哎，裴明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宝二爷病了，我送点东西给他吃。哎，
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，到底为什么事啊？办喜事吗？办喜事？哎，给谁办喜事啊？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。啊，宝二奶奶是谁啊？宝姑娘。哦，嗯，不会，哎，二爷的心思我知道，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。呸，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。哎，林姑娘。宝姑娘。哎，林姑娘。宝姑娘。哎，林姑娘，你不知道。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。丫头。啊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没说什么。我们俩闲聊天。哼，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，你想找死啊？哎，别别别。还有你、啊、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没事。来，回去把他赶出去。我走啊，回去找事。我走啊。看我不告诉二奶奶去，扒了你层皮。傻丫头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？受了谁的委屈了啊？林姑娘，我这丫头人虽傻，也懂是非分上下。刚才裴明来找我，我们就说了几句话，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，啪啪就是两耳瓜，打完了丫头不要紧，转身又去打裴明。谁是裴明啊？宝二爷的书童了。哦，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？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？哦，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。嗯，是啊，起的就是宝姑娘。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姑娘，请喝药吧。姑娘，你身子乃是正合病痛一难啊。
思。姑娘，妹妹，别哭了，你去把桌上的石膏给我拿来。哦，还有一条手绢，有字的。子珍姐，你
回来了。姑娘怎么样了？又昏过去了。你去过了，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？别提了，宝玉娶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，外面正热闹着，我告诉林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。哦，那老太太呢？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，急什么，歇几天就好了。哦，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。那宝玉怎么说？宝玉梳洗打扮得真高兴，我一看那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。哦，宝玉，宝玉，我看他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林妈妈来了。子娟呐，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，前面在等你呢。林妈妈，你先请吧，等人死了，我自然会出去的。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。哟，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可以，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？你只管去回禀好了，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。老实说，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，要不是为了姑娘，就算他们不赶我，我还不愿待下去呢。好吧，你既然豁出去了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这样吧，雪雁，你跟我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不去也得去，时辰到了，得去呀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跟我走。姐姐，走啊，姐姐，我不去啊。年少得，此事其差。专家不入，动入动堂。紫娟，哎，姑娘，你听，哪来的鼓乐声？啊，那一定是姑爷听错了，我怎么没听见呢？骗我，紫娟。姑娘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起来看看。姑娘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好热闹，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？午夜笑乐事无限美。
梳成花眉黛，玉叶交灯把迷彩啊，西窗共度湖上桃，红色天香不及了啊，五月赏花成双绝，青色和明两恰巧，人说是银河双星不缺巧，怎比得我俩心静妙啊。宝玉儿终身是的心事了，但愿你夫妻恩爱白头偕老，多谢大力成全，转身再谢过莲儿嫂，这一场喜事把你瞒坏了。儿嫂我为来为去为这家中好，兄弟你要随缘随分我堂高，不劳儿嫂多祝福，兄弟心事你不知道，我有妹妹来作伴，富贵荣华是等闲呐、啊。只是这红巾盖住你芙蓉面。慢着啊，当心新娘子会生气的。休怪我心动太轻飘啊，太轻飘，休怪我心急起不早啊。她是谁？新娶的宝二奶奶。宝二奶奶到底是谁？就是宝姑娘。那林姑娘呢？怎么娶到林姑娘身上去了？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啊。妈，宝兄弟，你娶的是宝姑娘啊？宝玉是宝姑娘啊。啊，老祖宗您倒说说看，是您亲口告诉我给我娶林妹妹的，怎么现在变了宝姐姐呢？您说，您说呀。宝玉，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啊。原来你们都在骗我。只以为百年大事thank you。
生离死别在今朝，几何山河家乡远，怕的是一介兵器之后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姑娘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活一千年、一万年。你听，你听，宝玉，宝玉。你好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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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玉啊，宝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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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去？宝二爷，我找我林妹妹去。不许去，你不能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林爷死了。宝二爷。如今人面不知处去，只剩下宿主百味。也还不转。
我倒是谁呢，原来是宝二爷呀，心灰意冷的不守了新奶奶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紫娟，我知道姑娘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。好吧，紫娟，不管你恨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我只问你几句话，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？提起姑娘，我
妹妹。宝二爷，你回去吧。是啊，回去吧，回去，是该回去了。